李总，这就是你的身心描述吗？骗局，全部是骗局。你李家的就是这场骗局主谋。你为了帮包华然拿到我方的地下借款，吃掉了一个美丽的通话，骗住了我对你的信任，无耻了，太无耻了！高先生，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。这场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耐心。 我不想再浪费我宝贵的时间，高先生，我要去见包浩然先生，把事实真相告诉他。 Stupid！ 把我和肖远三所有的优点都记上了。你看看，这套房子经它一布置，就有家的感觉。唉，可惜呀，如果他妈还活着，就更好了。是啊，再好的房子，如果没有女人，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家。 明天啊，你跟我这么多年，把你陈家的事情都耽搁了。哎，老板，您啊就不用操我的心了。等您跟公司过了这关，到时候都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刚才我好像看见徐宁跟李佳德在一起。徐宁跟李佳德在一起，你没看错吧？没错，是他们俩。
天了，不用待太多啊。我这次去台北不会待很久，把股票的事情弄好了，马上回来。老板，这次肖小姐陪您一块回台北，我呀也就不担心了。不用担心。哎，上次我跟静云在台北一起回来，那是在飞机上碰到的。可是这次不同啊，她是陪我到台北哦。也可以这么说啊，是您陪她回台北。那不是一样吗？我昨天晚上一想到今天可以跟静云一起去台北啊，我开心的一宿没睡。今天早上起来还有点头晕呢。老板，您这出远门可得注意身体啊。放心吧，有女儿陪着我不会有事的。说起来啊，我真得感谢那个肖老头。对了，你说他会不会不希望静云陪我去台北？人家肖老先生兴许根本没有把住女儿不放的意思，您啊又想多了。他们两父女感情这么好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了。老板，您要早这么想，不就省了好多麻烦吗？爸，我回台北之后你可要多注意身体啊。我跟姐说过了，那回去常常看看你。你回到台北之后呢，尽量抽时间去拜访一下我们以前的老股东，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一次回收股票的真正原因，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支持。还有的是在路上呢，好好照顾白浩然，尽量和气点，不要一天顶撞的。我知道爸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跟大安集团合作会不会出现意外，现在很难说，也跟徐宁啊要经常保持联络。上海跟台北的互动就是回收股票成败的关键，如果徐宁在上海他顺利的话，加上我们通贸的概念，我们在台湾的股票一定会回升的。爸，我倒有个建议，我们要不要借此机会干脆把名字改成中华制造。中华制造这名字好。哎，新年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急什么，手头上还有点活。你看人家萧景云明天就要回台北了，你还不赶紧的去上海康城啊跟人那个说什么呢？我们要一早啊还得去机场送他和白董呢。啊，哎呦啊，你看我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这萧景云啊这次是陪他的亲生父亲回台北啊，意义跟以往肯定不一样嘛。啊，我想怎么着也得买点上海土特产给他们烧上嘛。哦，这一忙全给忘了。啊，哎，做台湾姑爷挺累吧？一下伺候两位老泰山，挺不容易一件事儿。去，少说风凉话啊！哎，你啊，赶紧去帮我买点东西去啊！容易，我打个电话给丁文，什么事都搞定。说买什么？哎，随便，你让丁文看着买吧。啊，买点土特产带回台湾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好久不见，看来好像挺风光的。哎，也难怪啊，最近蒋任贤跟徐宁都打得火热啊，你应该沾点光了。
简单点。他往那儿跑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找回来啊。看一下会不会找个东西。哎，好。没事，那没事。太谢谢你了。再见。啊，但是我这个，哎，你放心啊，李总不会亏待你的。啊，最好最好。前往即将访去的旅客请注意，2406号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你看待好随身物品。静云啊，这次有你陪我去台湾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们不谈这些了吧？这次我们去台湾是去办公室。可能昨天晚上太兴奋了，睡得不好。老板，夏姐都办好了，您坐好。哎，徐宁来了。请问你是徐宁先生吗？是。有人举报你携带毒品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同调查。徐宁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大概是例行检查吧。请。季云呢？应该没事。明天，你去看看，有什么事情立刻通知我。好。季云呢？走吧。季云呢？放心吧。没有事。白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喂。爸，徐宁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徐宁，他现在被警察带走了。爸，你帮我想办法把宝石出来吧。啊，先别急，我去了解一下啊。爸，你一旦有进一步消息。尽快跟我联系啊，拜拜。徐宁，我们希望你配合点，以便将这些毒品的来龙去脉查个水落石出。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，我当然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。那好，请你说说那袋食品的来历。啊，是这样。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加班，想到明天一大早要去送人，所以我就让丁文去超市帮我买些礼品。那个丁文是什么人？他是我助手的未婚妻。丁文，我问你，昨天那两包食品从哪儿买来的？从超市买的。怎么了？除了商场的商品之外，你有没有往袋子里放过别的东西？什么叫有没有往袋子里放过什么其他的东西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警察在塑料袋里发现了一包海洛因，徐宁为此被他们带走了。啊，会有这种事儿？我昨天从超市回来就直接把东西放进你办公室了。丁文，你好好想想，有没有把东西交给过别人？或者干脆说，你有没有往塑料袋放过东西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怀疑我加害徐宁？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只想配合警方查出毒品的来路，还徐宁一个清白。你要还徐宁一个清白，你不能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啊。哎，
哎，我正要找你们呢，来。徐宁涉毒案查怎么样？据我们分析，那徐宁确实不知情，但也不排除有人栽赃的可能。如果徐宁没有涉及毒品的话，那个蒋任贤是不是有这样可能呢？还不好说。他曾经吸过毒，但很快就戒了。不过他和丁文还有着一层恋爱关系。那说说你们下步的打算？要求拘捕丁文，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。肖老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关心的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，相信徐宁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但是既然涉及的案件，那就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徐宁是无罪的。问题是我想保释徐宁，不晓得赵副市长能不能帮个忙。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法律程序问题，警方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把事情调查清楚，希望肖老能够理解警方的难处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信，事情一旦弄清楚，确实证明徐宁是无罪的，警方会马上放人。那好，有赵副长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先告辞了啊。警察同志，我想起来了。我知道是谁把东西放进去的。那你说是谁放的？李嘉德，肯定是李嘉德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李嘉德放的？因为他和徐宁是死对头。那好，你先把情况说出来吧。给丁文送衣服，丁文怎么了？喂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。喂，岂有此理！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徐宁贩毒，天方夜谭吧？这事编得太损了一点嘛！把这事儿靠到徐宁头上，